心点啊，注意脚下，小心，小张快过来。哎，同志，看见武忠义、武营长了吗？武营长他们留在最后阻击鬼子的主力部队了。李医生，哎，同志，看见武忠义了吗？没见到，撤退的时候武营长他们一个都没回来。四十多个兄弟，一定要完成掩护大部队的任务。弟兄们，冲啊！
对对，子孙们。前进西路，子孙，前进西路，子孙，一个，还有个，快围上来了，撤！
在和鬼子搅和。营长，是哪门的人？哪门的大部队来接应咱们了？不是我们的人，是国军。我们进入了国军的防区了，是他们在和鬼子交火。营长，那咱咋办？先等等看，鬼子追了我们那么久，要是有机会，得再咬他一口。回去。军那点人，那装备，小鬼子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俺晓得小鬼子在发啥子神经呢？连长，连长，我们该换车吗？放屁！小四川，你敢扰乱老子军心，老子亲手毙了你！回队！鬼子开始冲锋了，小鬼子真是不要命了，给老子拿定机枪来。旅长，旅长，林总，援兵呢？援军在路上遭遇了敌人的阻击，弟兄们快挺不住了。旅总，不能撤，我这这么多大炮，不能留给小鬼子。鬼子也调来了重炮，如果你们不撤的话，你们就是阵地上的活靶子。旅总，弟兄们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李志文，赶紧撤退，这是命令。李志文，李志文，弟兄们，打鬼子！下来，阁下，敌军抵抗十分顽强。联系前方话务员，报告敌军阵地坐标。敢死队暂停攻击，炮击后再发动。嗨，什么破玩意儿，还说鬼子话？那他妈最恨鬼子话了！慢点，留着，也许有用。
营长，这玩意儿留着没有用，就算有用，咱也不能鬼子话呀。留好了，让你留着就留着，拿着。来，拿着。怎么样，弟兄们，还有劲儿吗？啊，那咱们就再杀几个鬼子。弟兄们，援军来了，援军来了。醒了！嗨，哎，卫生员，到，赶快抢救！对，快，看看有没有活着的。吴忠义，吴忠义。哎，这咋还杀红眼了呢？莲子，你爪子了！莲子，没事，他就是晕了。莲子，你吓死我了！哎，你谁呀、啊？我是四川的，你们叫我小四川就得行了。我叫他的舅仔，我跟了警察局合谷西的卡塞。哎，这咋又响了呢？这还说鬼话呢？警察局合谷西的卡塞，我叫他的舅仔，我跟了警察局合谷西的卡塞。哎。兄弟们，有谁会说鬼子话的？他懂。他懂。快去弄点水，把他弄醒了，快！老子给你弄点热乎的。宇修文，忠义，别动！散伙放他起来。他们说什么？鬼子的重炮已经就位，在无线电里要坐标，马上要炸了这里。那我们赶紧撤嘛！你不是会说鬼子话吗？那你知不知道他们的坐标？这是老子的阵地，这里每一个地方的坐标老子都了如指掌。命令日军炸了他们的阵地，让他们炸自己的阵地。对，营长，这个是个宝贝啊，刚才多亏没砸了。哎，以后这个咱得留着，好让鬼子自己打自己。鬼子上了一回当，不会再上第二回了，准备撤。吴忠义，你想干什么？你心知肚明。
快快，别动他！三红，把他们阵地上的炮全部摆到战壕里，把瞄准镜拆下来。是。曾贵，哪个呢？你跟我们走。儿子，俺们走，平等没得一个了，还要老伺候你。他没事吧？没事。鬼子已经发现上当了，要赶快撤。队长，咱们去哪儿？到新根据地，跟大部队会合。那他呢？没时间帮他找国军了，带着他一块撤。大奎，去帮着。好。上来，快，走出去。慢点，慢点，慢点。老子受伤了。来，快点。我受伤了。走了。对了，营长，我有个事儿。说。我必须得问清楚，他一见面就跟你拼命，跟一个炸弹似的，随时有可能爆炸。整天跟咱们一起行动，太危险了。加快点速度，快点，快点！不能行了，总管。总管，等一下嘛！我受伤了，你看完那边都是我流的血。我受伤。闭嘴！别装疯卖傻，劲儿留着赶路。三红，拿绷带去。哎，哎，哎，放手！住他！你个狗日子！捂住他！住住！你放了老子！给我按住他！老子杀不了你，跟你同归于尽！大奎，他再动，给我打昏他！是。你真不是个东西，保险箱已经拉掉了。你真想弄死我们营长呀？啊！我就是要宰了他！王八蛋！别动他！绷带给我。干什么你？吴仲义，干什么你？这，吴仲义，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弄死我！别他妈折磨老子！要让老子逮住机会，老子他妈弄死你！吴仲义。把那只手拉过来。叶子是瓜兮兮的。你等着，老子跟你没完。你不是喜欢手榴弹吗？就好好跟他在一块亲热亲热。往这点。抬走！走！等会，等会，你等等等一下，我问一下啊，就是刚才那个手榴弹都拉开了，他为啥没炸呢？你懂个屁呀！这是日本香瓜手榴弹，拉环飞出去才会响。香瓜手榴弹，西瓜手榴弹嘞！哎呀，好吓人啊！啊，那手榴弹要炸了！哎呀，脑壳都没得了！哎呀，我要回去看我娘的嘛！哎呀！人呢？部队呢？根据地呢？成千上百的八路不见了，不翼而飞啊！谢太君，请你做出解释。报告阁下，我方将士的确遭到了炮火的袭击，而且损失惨重。根据判断，是八路的主力部队。阁下，宝都固地区地势险要，而且交战的地点更是险中之险，有些山路只有当地人知道。八路占据了主要优势，所以他们的去向，我想，我猜，榜样，我想，我猜。
我不要你任何猜测的答案。我们的兵力也好，装备也好，都远远高于土巴鲁。我要你尽快找到他们的主力，消灭他，统统地消灭。嘿，武忠义，跟我走一趟。干什么呀？怎么，你怕了？王八蛋才怕呢。走。武忠义，这是哪儿啊？大少爷，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是要告诉你，这次行动不光关系你和我的性命，还有你的兄弟、我的兄弟，根据地那么多军民的性命。你眼前的这儿，埋葬着278名为了守护根据地牺牲的战士。我要你对着他们，向他们发誓，绝不因为你和我的私仇，破坏行动。诸位死难的八路军弟兄们，这场仗，我吕修文一定会认认真真的打鬼子，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的。谢谢你的肺腑之言，听见了吗？他们回应，我们共产党不相信鬼魂，但我坚信，我牺牲的同志们一定以某种方式还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守护着我们的国家，等待着日本鬼子滚出我们土地的那一天。请同志们一定好好看着我，看我是怎么用生命实践一个军人的责任。又他妈输了，拿钱拿钱。你小子咋那么运气好啊？快，不行，我这又输了，不是？回呗！懂了没？报告。怎么了，队长？杜家庄的保长说要见你。杜家庄？啊。杜家庄离这儿好几里呢，他有事不找他们庄上的炮楼，找我这儿干嘛？我也不知道。行吧，先让他进来，看他拉什么屎再说。啊，是。发牌啊？干嘛呢？快点！快点！哎，你怎么又在这儿啊？回那边去，看看楼上有动静。来，这个就是我们队长。啊，叔啊，各位老总，邻里邻居的久疏往来，我来看看各位老总啊，一点心意，一点心意。有话快说，啊！皇上还不打送礼的人呢，有屁快放，这句话我就不说了。说，哎，您来来来，啊，过来帮我看一下，我的牌能有吗？哎呦，这牌我看悬呢。不是吧？我今天晚上在这桌面上我都输了200多了，再这么输下去，老子就得当裤子了。你说这人要一点背吧，是吧？牌都欺负你。不会不会，队长，你的点不能背，您是一副洪福齐天的大相啊。啊，今天晚上一定能赢票大的。哎，我这儿还有点老头票，队长，这钱您拿着慢慢玩。您要是赢了，您吃肥肉，我喝一碗汤。你这人还算挺精明，啊，懂事儿。既然求到我地头上了，有什么难处吧？不瞒您说，我这保长是只有给皇军效命的份儿。今年又是粮又是捐的，我忠心不二，他只出不进啊。时间一长，
我就得做点小买卖，补贴补贴。那你做什么买卖啊？啊？能不能借一副说话？不用不用，这得我自己兄弟啊。啊，自己人。哎，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棉布没有。什么？这个都是皇帝控制的东西，这你都敢卖？谁说不是呢？东西出不了封锁线啊，这头一批买卖就要倒赔了。我也真是逼急了，就求到杜家炮楼王队长头上啊，我承诺给他，我就直说了吧。啊，你说。我承诺给他五根条子，借借道。五根条子？是啊，你说五根条子不少了，可是他死心眼儿，他偏要我十根条子。我要给了他十根条子，我这生意做成什么样都是个赔呀。所以啊，我才来求您队长，您可得帮我个忙啊。好好好，你会看人啊，你会看人，我这人就是通情达理。啊，通情达理。要不咱一边吃一边聊。行行行，这什么东西啊？啊，鸡呀，鸡呀，鸡呀啊！吃，兄弟们，吃吃。边聊，边吃边聊啊！啊！这个东西明显的，不要。太君说不准吃，来路不明的东西，你也敢往嘴里送？大鬼，你可得小心点啊，千万别掉下来，不然给你屁股上两半。瞧好吧。君，何者だ？ここに何しに来た？情報上で不要だ。それを君が見せべし。太君说了。八路军上个月就用掺了巴豆的烧鸡，让整个村的几十个士兵都丧失了战斗力。哎呦！现在，太君想看着你吃下去。嘿，你小子，你给我吃，啊！你吃下去，如果有什么问题，我饶不了你。吃。老曹，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我吃了两碗捞面来的，现在实在吃不下去了。八哥，吃，快点吃，不吃就在你肚子上开个洞，塞进去，吃不吃？嗯，嗯，不是老总，这是孝敬您和皇军的。嘿，你到底吃不吃啊？啊？你要是不敢吃，就别怪太君把你当成来端炮楼的八路，啊！到时候别说你担待不起，连你祖宗十八代，那在棺材里都得打哆嗦。吃，快点。嗯。我吃，我全给吃了。不是，这礼我不送了，行不行？我那事儿我也不求你了，太侮辱人了！我这就走，我走。别干扰了，别走，别走啊！嗯，吃，吃，快点吃，吃啊！
なんか音聞こえない？そうか？ちょっと見てくれ。何かあったか？何もないよ。知道那小子有问题啊！愚蠢，笨蛋，哼！太君说了，以后不准别人随便进出，听到没有？这知道知道。看什么看？你呀，把那谁，哎，你们俩人到底下把他给我抬到那杂物间，明天游街示众。是，快点啊！是是，一个个儿。我们把鬼子的汽车、摩托车都炸毁了，他们只能跑着去增援炮楼了。不知道武忠义打得怎么样？撤！
へっしゃに撃て、すぐに本部へ報告しろ。早く、早く、早く。はい。へっしゃに撃て。八六へやってきたぞ。早く。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バカ野郎。八路军的政策我已经讲完了，大家都是聪明人，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我今天就饶你们不死。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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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这长官，那个，刚才这个腰带没扎紧，想当您面放个屁，成不成？你是想说怕鬼子来了？ 看你们毫发无损，找你们算账是吧？对对对，就是这屁话。不用担心，谁让你也披了一张中国人的皮呢？办法我会教你，不过你记住了，以后我们再见面，脑子要清楚点。是，请长官示下，饶了我们这帮兄弟的狗命。等我走了以后。 你们在地上多撒点弹壳，就说八路军一直在强攻，你们拼死抵抗才守住了炮楼，八路军没办法，只好撤了。妙，妙啊！哎，长官，不过这样一来，那皇军要是一……啊，呸呸呸！小日本，那小日本要是一高兴，提了俺当官，那咋办？算不算跟八路继续作对啊？ 你听着，罩子放亮点，别继续和人民为敌。如果你再贪恋鬼子给你的好处，继续执迷不悟，免不了罪上加罪。到时候就是枪毙，立刻枪毙。是，养我的是父母，跟我睡的是媳妇儿，教我做人的是八路。八路，队长，队长。 你这也没个动静，我还以为你没拿下来呢。早拿下来了，还有空给他们讲了一下八路军的政策。李秀文，你那边怎么样？鬼子要来增援，只能拿腿粮了。鬼子很快就会发现哨卡和炮楼都丢了，就是跑步你会赶来增援。我们撤吧。 八路军，情况不对，先下去。哎，你轻点儿！哎，注意，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你们八路军在里面？你认为他们是八路军？哎呀，我说先别激动，反正我是相信八路军的。如果八路军真的是人杀人的话。 那是他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冒充八路军？八个是鬼子。なぜ走るのふりをした？小文，队长，打死也不说话，什么都问不出来。是鬼子，既然是鬼子冒充八路军，我们直接杀进去。十三条隊、小村中佐だ。お前らはここで八郎のふりして、我々国軍と武功隊のふりする。司令官下の10人を任されて、お前らはここで発達するつもりか？すいません閣下、すいませんでした。任務はどんな状況だ？我々はこの村で軍糧を少し集めました。閣下は軍糧のために来たんですか？どれくらいある？中国の庶民はずるいです。奴らは食料を隠した。また多くは山に逃げた。残りの十数人は捕まえてこの部屋までたどり、ここで食料証拠を一つ見つけました。長官、お前らは4人だけなのか？うちの小隊は合計16人、中の6人はこの部屋で、あとの6人は食料倉庫です。じゃあ案内して。队长，张虎，情况怎么样？一共4个，都解决了。大奎，你带两个人四处看看有没有漏网的，做好警戒。是，宝贵，双龙，跟我走。是。总共12个，门外干掉2个，咱们俩干掉4个，他们干掉6个，应该没有其他人了。咱们全部都死了。三虎，把外面那2个带进来。是。六儿，只有你懂鬼子话，一会儿审讯的活你来干。我不审，你审得了吗？八个野郎，我要国公恥ずかしめるの？把你老了的哥，恥ずかしめるだけが、君を殺すぞ。よく見ろ。何も言わないから、彼はさっきの地獄へ。君の天皇の導いてもらった。君も行きたい？你老子可不才好哦！
问出来了，只怕是你们不想听到的消息。鬼子想出条毒计，他们派出很多队伍，冒充你们八路军，四处抢钱抢粮，还杀了不少人，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你们八路军在老百姓中的根基。哎呦我的妈呀，这鬼子太毒了。鬼子这样的计策迟早是会被识破的。秀儿，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别的目的？什么目的？小鬼子冒充八路军，四处烧杀掠夺，这用不了多久，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一听到你们八路军的名字就得逃，这还不够吗？小鬼子肯定有别的目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才行。这样，破坏鬼子车站的作战计划取消，先把这件事情查清楚。队长，咋查？哼，小鬼子冒充我们，那我们就冒充鬼子。秀儿，你这个流利的鬼子话一定能用上，到时候听我安排。吴忠义，在这个院子里，你最好搞清你的身份。是，我爹娘是不在了，但是我永远是你的大少爷。你从小是吃我们家粮食长大的，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什么时候的事儿？秀儿，你爹娘没了？这个你管不着。秀儿，我们到外头说去。我再说一遍，你没有资格命令我，要说就在这说。我没资格，躺在地上的乡亲们有没有资格？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有没有资格？接近鬼子封锁线了，大家打起精神来，注意各种情况，争取中午前到达县城。哎，不过话说回来哈，我觉得我们穿起这身皮，那肯定是日本鬼子认不穿我们是哪个了。小鬼子没那么好糊弄，一定要多加小心。是穿着八路军的衣服。哦，肯定是根据地派人来接他们来了。别动。咋了？要真是咱们自己人，你穿这身皮出去找死呢？难道忘了穿着鬼子皮？滑稽些。别着急，摸清楚情况再说。这儿已经到了敌人的封锁区。要真是自己的同志，怎么可能大摇大摆地在这儿出行？
对呀、啊，哎，队长，别是这吕大少爷和鬼子穿一条裤子，骗哪门往他裤裆里钻吧？你他妈放屁！老子向来打鬼子，怎么能跟他们穿一条裤子？你小子脑子是不是让驴踢了？上脾气了是吧？你恨哪门队长，就像小鬼恨钟馗，谁知道你脑子里边憋出什么屁来？不是你小子想怎么的吧？骚操两句。行了，大奎，你别气他了，气崩了他，咱们就没翻译了。大家都听着，我会朝天开枪，你们注意观察。如果他们真的是八路，一定会还击；如果他们是日本人冒充的，害怕无伤，只会虚张声势。隐蔽。千田君，前面好像是我们的部队，我们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我们不能过去。不打招呼的话，如果发生误会怎么办？我们是在冒充八路啊，这里到处是八路的眼线，我们过去跟皇军打招呼，那岂不是暴露了我们的图谋？冲啊！嘿，哪怕是遇到了误会，我们也只能冒充到底了。要是被八路的眼线看到，说不定八路会接应我们。他们开枪了，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该怎么办？撤退。要是八路来接应我们，正好一起消灭。大家都看明白了吧？做好准备，跟上去。哎，副队长，你先莫追，你看他们都跑了的嘛，我们还追上去啥子呢？要是真的把日本人的大部队给引来了，那我们就死惨了。这群鬼子冒充八路，总不会大摇大摆的在鬼子面前出现吧？他们一定知道绕过据点的线路，我们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摸清线路，就能通过封锁线。以后再去县城就方便了。哎呀，副队长，你说的对，只要我们通破了这个封锁线，我们就安全了，是不是？哎，这么行，以后你说啥子我听啥子啊。跟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隐蔽。走。报告前田长官，没有发现任何人跟踪。这里地形十分复杂，保持高度警惕。嘿，这里是我军的防区，经常有我们的巡逻队经过。通知下去，保持队伍安静，避免和其他部队照面，千万不要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鬼子设下的卡子，咱们差不多都绕过去了。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道，就是前面。这是一条铁路，小鬼子在这有个车站，为了防止游击队破坏，日夜都有人巡逻。杨光明，咱走过去。我们跟了他们那么久，还不知道他们的图谋，一定要跟紧了。队长，那俺们能不能再跟着那群鬼子通过据点呢？ 这个地方绕不开，他们有办法过去，我们没办法蒙混过关了。那咋办？到时候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队长，那那帮冒充八路军的鬼子怎么办？要不然，我们先把他们处理掉。他们帮咱们绕过这么多道卡子，临别的时候，咱们得送点礼物给他们。手榴弹？手榴弹？你倒是大方。 太君，慢点！几次没去干你那的，去小俺爹的道士了。啊！你都到俺爹了，真可是啊！什么意思？再敢这样玩忽职守，全拉出去枪毙了！太君，饶命啊！我上有小，下有老，不是我上有老，下有小啊！再说了，不是我们偷懒啊，是这几天兄弟们手不把路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啊！谁不辛苦？去把你们长官叫来。 斩之了！哎，你们这样的纨绔职守，渡边君他是非常的生气，他要把这件事情向小泉司令报告，让你们等待小泉司令的惩处。费官老总，麻烦您跟这个渡边太君美言几句。我们从接到苏部八路的任务以来，一直是轻重之手，不敢有丝毫懈怠呀。 你们的劳累，我心里也是清楚的嘛。我去跟渡边金解释解释。又劳你，又劳了。1, 2, 3, 4, 5, 6, 7, 8, 9, 10。1, 2, 3, 4, 5, 6, 7, 8, 9, 10。有。嘿嘿嘿。 はい。この兄弟不干、八路発見した。全員的に、ナイツの腕があるのに、まだ奴らがかばってんの？はい。殺されたのか？はい。バカ！はい。うん。はい。うん。看来不是帮不了你们了。要真是劳累打个小盹，这没什么。 可是渡边君说了，你们的据点附近出现了八路，啊？队长啊，队长，这玩忽职守可是小事儿，这件事要往大了说，那就是有通敌嫌疑，那是要掉脑袋的。哎呦，这可冤枉兄弟了，就我的胆量。
我哪敢通敌呀、啊、我。就是嘛，我看你这个王八样也不像嘛。这样子，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你马上去调集部队，把这伙八路全部剿了。我去跟渡边军说说，有可能不但无过，还有功呢。跟八路干仗，这个实不相瞒，兄弟手下这些兵啊，怕是不顶用。你看看你这个样子，这可是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渡边军心。你手下的兵再不能打，连七八个八路也对付不了吗？就七八个八路？废话，就七八个八路，马上调集部队把他们全部收拾了。好，兄弟，我马上集合部队，把这帮八路全部拿下。哟西，迎面！国軍です。彼らなぜ分かったんだろう。追い払わないと邪魔されたらまずいぞ。おい！おい！うわっ！おい！うわ！我忘了，我们现在是八路。千里军，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现在还不能暴露身份。这群混蛋不会打仗，还摸不清我们底细，吓走他们就可以。还。也不知道那些伪军追没追上那批鬼子，他们要是打得争气些，没准还能帮上咱忙啊。冒充一把鬼子还真是发了笔小财，回头还可以到县城买点鸡啊。三虎，收好了。哎，部队长，我跟你商量个事情吧。说。那个以后啊，再有这么好的事情，你喊我个亲戚，哎，对不对行？要不然这么行，我们再去找一个伪军地点，好不好？我冒充一下三弟吧。就这么定了。啊，你那口四川话一张口就露馅儿，你要不怕把命丢了，回头带你发财去。哎，小明啊。